今天下午带兵去抓猪啊，黑猪500，白猪今天又讨论了800到900的了。咱们今天杀的是大黑猪啊，一头黑猪，一头白。待会儿我带你们这直播间人，你们瞅瞅那白猪有多大啊？谁要扛上家去，我就送他吃了。直播间人，我说话算数啊，扛家送他吃了不用了。一会儿来个大力士，真给你扛走了。看咱那黑猪这板油，看这油，跟水似的，瞅瞅。不下了，凉了。咱这玩意就是好，黑猪都五百来一，五百。今天下午带兵去抓猪啊，黑猪500，白猪今天又讨论了800到900的了。下午带点来的都是铁粉，下午你们抓紧，老早上我直播间，下午给你们抓猪直播。哎，那不都五。看咱那大黑猪，紫红，肉色发紫。看看这肉啊，紫红色紫红色的，跟大牛肉似的，牛肉色都是。看看啊，咱们给粉丝留的肉，这个不是梅花肉，粉丝要。这个不是啊。这个不是，你不要钱。看看咱这肉色。看肉颜色啊，直播间说这黑猪，梅花肉10斤。这回给粉丝剃的，这是？对，精梅花肉，就精肉，前方精肉。看这黑猪排骨好不好？肉色发紫，瞅着吧，一点水都没有。咱们是纯干肉啊。大哥，这油板有吗？有，老好了。多少钱？你是我亲兄弟，我和你5块，中吗？咱俩是干哥们吗？你咋比我岁数小？和你5块。我来10斤啊，10斤。那你来了就和你喝一点去。对，在那儿，你在那儿。我亲兄弟来，我喝你5块，我输呗，就卖个7块。
干块100块钱的，给你干块肉。那行，干块肉要5块。我没去过，说就要10斤，70块中吗？12斤。好，太多了，没带钱。明天咱俩做分期一下。你就看我长这么帅，我是差钱的人吗？我的心拔下来了，对，还热的。我都拉回来几天，这是给咱们粉丝啊安排的那个精梅花肉，精梅花肉，还有一道前膀，一道前膀，一道精梅花肉。黏膜都摘下来了，你歇吧，行。过去找警察去。这主意得钱买的行吗？你那是有包零钱的是吧？嗯。我这还不够呢。稍等着啊，大哥。稍等着那个。看看这道精梅花好不好？看看咱这肉的颜色啊！看看这给粉丝剃的，把黏膜都得摘去。黑猪肉好吃，漂亮吗？猪肉，是你这肉色纯干肉，干牛肉色的，真是牛肉色，肉色发紫，纯干肉，咱们这是啊，是黑猪，纯黑猪，是啊，市场产的干肉，不是饲养时间短的速成猪。这是给粉丝完美的一份精品梅花肉啊。